争执，周末，打算，啊，跟，这是小丽和小刚两个人的对话，他们谈论周末的打算。周末你有什么打算？我早就想好了，请你吃饭、看电影、喝咖啡，请我？是啊，我已经找好饭馆了，电影票也买好了。我还没想好要不要跟你去呢。我们再练习一遍。周末你有什么打算？我早就想好了，请你吃饭、看电影、喝咖啡，请我？是啊，我已经找好饭馆了，电影票也买好了，我还没想好要不要跟你去呢。争执。周末。打算，啊，跟，这是小丽和小刚两个人的对话，他们谈论周末的打算。周末你有什么打算？我早就想好了。请你吃饭、看电影、喝咖啡，请我？是啊，我已经找好饭馆了，电影票也买好了，我还没想好要不要跟你去呢。我们再练习一遍。周末你有什么打算？我早就想好了。请你吃饭、看电影、喝咖啡，请我？是啊，我已经找好饭馆了，电影票也买好了，我还没想好要不要跟你去呢。争执。周末，打算，啊。跟，这是小丽和小刚两个人的对话，他们谈论周末的打算。周末你有什么打算？我早就想好了，请你吃饭、看电影、喝咖啡，请我？是啊。我已经找好饭馆了，电影票也买好了，我还没想好要不要跟你去呢。我们再练习一遍。周末你有什么打算？我早就想好了，请你吃饭、看电影、喝咖啡，请我？是啊。我已经找好饭馆了，电影票也买好了，我还没想好要不要跟你去呢。